今天呢，非常荣幸来可以来到这个淄博市的动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啊，非常难得就是有王博士来稍微介绍哈这个公司的整个架构啊，然后我们协会啊特别哈办一个那个也算是学术顾问呐，啊有可能以后可能也会当我们协会讲师啊，作为特技哈。对，原先应该是我们那个专业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也是和你们一样 ，OK， 就是赵安基啊。哦 ，OK， 赵博士我认识，很熟，谢谢李市长，谢谢。因为银行我头一二十年的朋友。有啊，我时常遇到啊。对。演讲的时候时常。阿姨非常会，他很会亲和力蛮强。对啊。阿姨正腿软哈。无代志做，就变慢了。无代志做，无伊是无代志做，伊是做另外一个进程。因为伊今仔退落来，真正伊虽然有在进，要时间搞啊。伊教应该是比咱他年轻啦，他应该差不多。无王博士几年次的？我五十一。五十一哦，哎，你想笑咧？你比我两个想笑咧？我比伊较年轻一点。伊让我四十多，伊差我两岁。对啊，哎，当然，对啊，我知道你那是在不是在搞一种中间啊，我是觉得大家有缘了。对，你有效了。没了。现在国家的展望还有一个时间那么长的。没有，来靠你们帮忙，真的靠大家帮忙。卖工帮忙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交易这一区块哈，今天坦白讲，如果没有这些桌位哈，也做不起来。是啊。啊，好在是今年。就是去年十二月底那个环检局啊启动， okay. 直接说一次六年，一定要120个积分，啊，但是这个是好处啦，因为人已经上轨了嘛，啊，最主要一个优点就是说，没有说绝对以后就是你拿那个执照是终身的啦。哦，对了，哎，变成你六年就要换一次，六年换一次啊，然后医师的水平也会拉高，对，但是其实我。站在我比较专业的立场，我认为我们人兽医还是要和人医，跟着人医走。因为这我的感觉是，兽医的有一些实验上面，有些因为我大部分是大动物外科，那我回去看小动物外科的时候，我觉得在某一些的操作上面，或者是在手术的清洁方面。我觉得可以跟人医学了，因为人医毕竟行之有年，对，他的那个有一些东西像刷手啊那一些东西，实际上真的要落实，对，真的要落实。其实我们这几年小动物这一区块和国外在做互动交流，他们也是规规矩矩，对啊，你每一个动作不能疏忽，对啊，你在有的几乎在你看那个。手术服啦、啊，串筋的绷啦、啊，可以拢火拢加强。虽然说有说我们动物体和人体的感染力，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敏感，人类的部分比较敏感，动物的话可能抵抗力好一点。哎，无你穿扎皮哦，光做个手术哦，小鸡手套嘛，对，人手套嘛不会过。啊，因为我在我的实验室里面是，我是配合人医做实验。所以说我所有的东西是完全是依照人意的操作模式去执行，对。所以今天也蛮荣幸的啦，谢谢李市长，王博士来邀请，谢谢。以前知道这个环境啦、啊，以前老早就知道这个环境啊，但是没有机缘哦，去侵入到、哦、去了解。是。啊，所以讲今天是可能上天有保佑啊，刚好都是 FB 的机缘，我讲一句话，连咩代理嘛唔知。尾仔我反过来说，安吉，因安吉行，张安吉行，我我问讲啊，王耀宏博士你爸爸，伊讲哼，啊，伊讲出个拢捌啊，会怎来讲？因为伊是吼，阮的本身真啊就是记忆交易，刚，因为阮协会的记忆交易分两个区块，一个远程，一个远程的，讲连贯性的交易，一次都是20积分， okay. 或是20积分。哦啊，那个就是有几位老师，因为他比较空闲，对，就担任这种远程的讲师，对，啊一种短程的，我们可能说2个小时，啊，但是这整天哦，大概4、5个讲师，那一种短程的，但是这短程目前是开始在计划起有
人医那一块。OK， 有我嘛几个了，几个都以中国医药大学。是。哦啊，你今天来这个主要目的嘛是被邀请哈、哦，王博士哈、哦、来加入我们这个谢谢这个讲师群。谢谢，有这个荣幸，真的有这个荣幸。哎，中国找哪几个老师？中国我拢是以本科。OK。都本科没有人医。OK。拢是人医，人医在中国大陆也是都四字头的。OK。就是。他们最早的种子老师啊比较多，大概有目前大概有十多个。OK。针灸的部分比较多，中医这个区块比较多，啊西医这个区块是临床的方面几个而已。OK。但是目前现在在小动物，中国最大的外骨科机构就是小动物外骨，在重庆基地在重庆。OK。但是他们是在聘啊 plate 的部分哦。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厂合伙，专门前现在麦工前中国大陆啊，他已经销到欧洲去了， okay. 也用自己量产。对，哦，以犬猫的部分，啊也整个结构，不管你马上要做，马上射出来，他有这方面外骨科方面的。Okay. Okay. 有我们也有骨科的。人也不应该是比较先进呐、啊。啊，以这一区块在大陆，它小动物部已经前后已经办大概有四十多起的小动物培训班，有基础学科、基础班的啊、中阶班的、高阶班都有。OK， 对 ，OK。啊，以这机构负责人也是中国职业兽医师，哦啊，他也是重庆开两家医院的、okay. 小动物，啊，刚好蛮机缘，他也是我的学生。哦、oh, ，那真好。对，因为我较早入去中国大陆是。是，啊，你熟悉的话，都先建立好， okay. 建立好像比较重点的一些，他们大概世界排名100名内的一些么容大的动物学，因为大陆他们跑的比较快了，他们大概有7、8年前就把兽医学系改了动物学系，对他们现在改成动物医学院，对。动物学系、动物学院，对，名称都改掉，以及主要原因就是世界接轨。对啊，你卖可能啊兽医，对，哦，他好像MBA，对，哦，那个可能和医学院一样，对，就和人医学院一样，对，所以他们大概10年前就开始慢慢在做着这个，对，所以整个涵盖面都改动物医学院当动物学系，对，所以这咱改。台湾还要接近。对啊，当然没有。其实台湾很多东西需要再努力了。我只能讲。你请那个美国哈，好几个那个兽医科大学的，像那个有几，他们已经也是改了动物医学，他们很少讲兽医这两个字。对。OK。那原则上我这里我有手术房，你刚刚看过。对对对。那这里要开会，这里可以用。哦。啊，我原则上，我有视讯系统，可以从手术房。哦。手术房接出来，接出来，你如果有人在，有变成可以，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啊，以前看你当 WiFi 处理。WiFi 变成可以要接，要接网络。哦，那没关系。我现在不，那个都不是，那个就是架设的问题。因为我有移动的。是。我有移动的。我基本上，因为我有网络。嘿，对，只要有网，会当接收，可以，都可以。我有网路可以出去。那要不然就是直接插网路孔也可以出得去。哦、啊，我已经我的公司的网站已经架设好了，哦、那个对，那个也都没有问题。对，所以变成可以上我公司的网站就可以现场看得到。要不然很简单，就是 FB 直播而已。不，我本身有一套系统、哦、是锁码。哦，那也可以。也锁码，只要他账号密码才能去。对，那。同时，你就这个分两部分，有一组在里面操作的时候，你外面的可以看得到。哦、那在换的时候，有人进去，这个都已经会比较好，因为视讯系统接好了，那里面的那个里面的视讯、手术房里面的视讯系统全部都接好了。王董的概念不错，不是比较方便了。我是总是觉得要做这一个。当然。那我在规划二期，那实际上真的有需要的话，我们再想办法把二期那里。的空间稍微扩大一点都不是问题，因为主要哈、哦，我们原则性还是放在大陆市场。是，你大陆市场像那个尤其小动物基层的、哦、的培训，它可以借由现在交通比较发达，对，方便。对，因为原先我你主要也是和那个几个单位在谈，但是有看到地理位置比较不妥当，因为哈、哦，其实你要请。今天坐这个车子哈、哦，
你来当主人，到时候我们就小巴士到现场你来接过来。有这其实在这里是要方便的。竹南到这里，竹南火车站到这里大概15到20分钟。对对对对。高铁站如果有需要高铁站，高铁离这里也大概15到20分钟。苗栗高铁站。对 对, 对。那大三交流道离这里很近。对 对, 对。那如大三交流道、竹南这几交流道都离这里很近。对对对对，所以这里的交通算方便。那这附近如果要住宿，对，有兆平酒店，有商顺酒店，哦、对对对对啊，那个东西都给特约。对，因为你有接驳哈，对，都方便啦、啊。是啊，哎、啊，其实距离多远都没问题啊，都不是接驳。对啊，接驳你基本上在一个，对对对，而且台北，对，从台北市下来，台中上来。对对对，都大概在80分钟。这个较水的场地哦，真的没有没有，真的尽量的做。上帝有恩赐啊！没有没有，靠大家帮忙，对啊，靠吴理事长帮忙。王董的信奉的话是宗教是？宗教，哎，这个是装饰品。装饰品不是啊，你也纯纯的应该是算佛教了。哦，佛，算佛教。我也一样。对了。因为我的无佛教的那个师傅啊，嗯。中台山，我维姐已经回去了。Oh, OK， 对，维姐。OK，、嗯、中台禅师，中台禅师，我们那个谁，我太太的五姑。嘿嘿嘿。哎，外内人启动中台禅师，对啊、他也是，他信中台禅师信得很虔诚。我最早期哦是密宗啦。哦、oh, ，OK， 密宗是也是南投那边啦。OK， 啊，原则性其实密宗。给人家感觉好像说很神秘，其实不是没有了，其实没有。哎，阿颜真卿他也是佛教的一种，佛教的一支。但是后来内人的问题哈、哦，就是朝中台这边， okay, 他们就是纯较近的，纯净土宗的。对对对。这个我这个对不起，我什么宗什么宗我不是很清楚。那那情况嘛是啊，也咱信这个佛教，等于讲好像说也不是说。完全很只是一个寄托啦，我就觉得我们当医生的话就是一个心理嘛，心理一般在讲一个哈，我们比较会比较很恰当，就是说我们当医生，佛心鬼手，对，我们都是佛心，都是向上说一定要哦，这个病患我们要用到很好的服务啊，然后不管在手术方面，但是坦白讲也不可能说十个都是同样的，对，也有可能会有遇到哦。个人的体质啊，或是有一些环境因素哦，造成有一些突然不一样的效果出来也有可能。对。但是现在人医这个部分已经走到很高科技哦，其实我们有一些疾病以前医不好，现在都没问题。没问题啊，现在没问题。像我那年4年前重大车祸，然后晚上要回来，嗯，刚好在红绿灯等一排的摩托车等。前面有一个年轻的修理车逆向冲过来，像保龄球。啊，第一个是夹到伊，啊夹到拢无看到人，啊尾仔了就是，很惨不忍睹啦。迄可能讲，如果照以前的医无医界这样哦，无阿多久，结果嘛抢回来，大骨头嘛脆啊，倒计，啊子宫，吼、哦、卵巢，嗯。嗯哦，阿哥肾脏摘一个掉，啊，都是内视镜去处理，对，伤口不是很大，对。当天是比较严重的，是剖腹的，里面清创，该清的清，对。啊，坦白讲，到台中医院哦，我看到10年前的台中医院，和10年后的台中医院也设备不一样，嚯、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一组，对啊，他的监视啊什么都一个，所以说人类医学真的我。你当兽医可以借鉴，哎，因为血品的方面提升只有这样做而已啊。在这里，你说讲到医学，我基本上生理监视器我有，基本上所有的大概配备我大概都有了。对啊，麻醉器这些麻醉器这些我都有了，因为人医的需求比较不一样。主要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说，借取哈王博士在大动物方面的一些记忆哈来。来，我们受教。不敢，不敢，要大家教学相长。对对对，原则性学会去扁哦，是因为基教也大概启动大概半年而已。对。哦，后续还有漫长的时间。对。所以主要我们一直在找老师，啊，说今天很难得就是，
来这边采访那个王博士，他、啊、主要最大的用意就是讲，看你的当你来这好好教学。不敢，谢谢。看有需要的话，请你是这种，你这种直接告诉我，不要客气。我预计9月24号礼拜天整天。Okay. 啊，我是原则性五啊，你让一个位就是早上，好，两个积分，好，上这大动物的部分。嗯，啊，原则性那个那一些文件，我回去的话可能会在。email 过给你 ，OK， 谢谢。就是看能不能辅佐我们这边了、啊。谢谢，谢谢。那这个有这个荣幸来加入这个受益的大家，对的，真的、啊、这个有这个荣幸。当然也这个路程哦还是非常遥远，是慢慢的。但是如果是可以接近人力这一区块，可能我们跑比较快。Okay. 啊，看看如果有需要找人力的，人力的看哪一个。到时候会。基本上我想可以请人力来帮忙。对对，因为我们最重要今天来找这个基地哈、哦，主要也是放在中国大陆。OK OK。就是中国大陆，甚至日本那边，哦，就是虽然现在小动物日本是坦白讲，亚洲哈、哦、是算是一把交椅。对。在，因为它其实日本的小动物方面这个区块还是。含人一走很近，因为台湾这边每个行二毛可能一大距离，因为含人一行足近的。啊，因为他们还是以人一的标准 去要求受益。但是这几年哈、喔，会发现说人一这区块有的，像有一些大医院的学人一的那个一些教授啦，或是临床又跑回来学兽医。有啊，有好几个。平科大就有人，就是念完。念完医学系，你讲无林进兴呐？嗯，对啊。那念完医学系又跑去念兽医。对对对对。啊，很多。但是因为原来有足侪学分可以抵免。对对对。啊，后来没有卡扎比亚，可是后来因为他，因为这几个人医的医生，全部改了，改成兽医生理学，他就没得抵。哦。兽医药理学就没得抵，全部加兽医两个字，他完全没得抵。哦、要不然，拢爱抵啊。原来可以抵啊，伊都来读册，人医人比啊，两两啊，然后奇怪，念不到4年就毕业了，啊，念不到3年4年就毕业了，结果所有人觉得不合理啊。对啊，人五节应该也爱同的，啊，现在像今年会启动的兽医改6年制，6年制实际上是对的啦，他的教育比较扎实啊，因为哎在欧美，兽医是学士后兽医，对对对对对，都是要念完四年大学毕业之后，你再去念兽医念5年或者是念6年不一定，那我觉得跟医学现在亚大已经执行了啦，学士后兽医，学士后兽医去登记。亚大执行，亚大实际上会比较麻烦的是，他会去抢国内的师资。但是哈、哦，亚大刚才博士讲的，因为他私人办学哈、哦，弄害，那种抢钱呐、啊。对啊。哎、啊，他没有在顾在那个师资这部分。啊，因为后来为什么四所大学兽医学院、哦、一直在抵，原因就是在这边。哎，但是教育部的。教育部同意 啊，教育部也去同意很多的不是没有护理学系背景的学校去筹设。你刚一筹设之后，忙攻打足球，但是后来他们现在后来这师资哈，都是退职的，无兽医学系退职下来，都是退休一间、啊、兼这个，他无人讲啊，不是一起退休下来去上班的，对，那就是他可能65岁退休，那基本上他还可以再服务个5年，对对对，我知道啊，有几位老师都过去了。啊，因为东西哈，也建立一种哦，竟然都是教育部认可的，有讲师的证书的，教育部就临床的、啊，只有临床嘛，啊，不要有人讲嘛，对，不要有的不用改，不是改的比较快了，对，他改的比较快，因为亚大跟中国医大是同一个老板。对啊，就是安尼啊，因为以前中国医大啊，就是想要想，就是兽医，他的愿望就是学士或兽医，学士或兽医，可是不准。啊，尾仔就拢变，拢无法度通过，啊，伊尾仔就借去亚大，对啊，啊亚大鬼，其实这个坦白讲，
怎样过都没问题啦，就是说在师资或是以后要培训出来的一些学生在这个职场有用，对，有用啊。但是我们这个卖翁人医的收益一样，最重要就是在职场这个部分，你整个被让他去塑造原创，对，哦，其实像我们最早期，坦白讲，台湾的兽医的改革速度比较快嘛，你从高农啊，高农，但是国家为了高农这些人才，要让他进来领域，他另外一个兽医师法第十六条来保障，等于说你以小动物这一块，但是它是针对小动物，而不是说全部的兽医都是这样。小动物你进来这个领域，原则性就是你服务两年，然后取得这个证明，才能去参加兽医所考试。对，啊，考完及格啊，但是你要回到这个小动物外面要服务四年。对啊。那个是算是临床实习、啊，对，才能领到那一张门卡，对、啊，就是开业门卡，啊、才能给你开啊。但是那一张开业门卡，和那个我们大专部的哈，大专毕业完去考，领到那个执照是一模一样，是啊，而是职业证照分开而已，对啊，职业分开的而已。啊、但是坦白在临床这一块哈，像。其实台湾的整个兽医成长还是以兽医所这个部分哦，贡献蛮大的。对，没有了。在以前，在没有普设兽医系的情况下，兽医系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对对对，我们只有退而求其次，或者是那个时候有高农，有什么农校，对对对，那这一群人都是基层的工作人员。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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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像现在全部都是大学生，没有高农，没有职校的，对对，各个那基层都没啊。你涵盖地方的一些防疫处啊，都是一样啊，都是 那一批啦、啊。是 啊, 啊，但是他尤其工会刚发起也是他们嘛、啊。对啊。所以你现在变成兽医师，哪讲去吃要关无着工哦？哎，真正无道理啦。其实这样是，我是觉得啦，参加一个团体，对对，像我参加福伦社，我们的观念是，进来学习，对，出去服务，对，那吸取学习别人的长处，那包容别人的短处，我觉得这样才对了，这样子才整个团体才能够成长了，要不然你、啊啊、你互相攻击，你永远都分门派，那。跟他内斗的内斗你就斗不完了，干嘛去搞这个？以那些海岛气候国家哦，典型的民主啊，尤其亚洲民主啊，你翻开整个历史啊，就是一年到头就是战争。就是 OK， 就朝代啦，朝代你看，拢无一山不能留二虎，这你无懂，你亚洲也是一样啊，以那些。海岛型的国家比较封闭，因为比较要有那个要有侵略，要不然就是人来侵略你。就是说你任何纸质都一样，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不能改啊，是看领导人。看领导人啊，对，看领导人。你领导人的亲和度啊，也是你讲共产主义啊，他们也是在改啊。对。你今天不改的话，一定发生事情嘛。对。所以亲和度这个问题不是地方也是一样，原则性说。坦白讲，尤其我们学术界的，我们唯一方法你要克服，就是说在技术方面领先，好、哦、啊，然后怎样去教育这些临床医师是最重要，而不是说我争一个地位啊什么。我们都是在互相，大家都互相在付出啊。也不是说啊，没有，你进入工会，进入一个团体，你没有，你不是要从那个工会团体去赚钱嘛？你只是都是在付出嘛？利用我的时间，甚至把我的有时候要开会，也要把我的工作放下去服务。我一再在把进来我们这个体系的会员哦，学弟妹在讲，因为我的协会客人行一般协会，我不管是你是老师啊什么，我们大部分都称呼说学弟妹啊。Okay.哦，不要说真，或许都是学校的博士级的讲师啊什么，才称老师或是讲师这样。啊，我一般，哦，你比较早进来或是晚进来，当然学弟妹。我嘛一再讲说，我们当医生啊，我们当临床医师啊，最重要就是说有技术，但是你没有周边的一些仪器啊，或是药厂啊什么来支援。公司的力量，你要哪挡嘛挡不下来。所以我们建设的哈，和一般的单位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周围共济哦做得很好。我们说药厂有药厂，
他说西药不管在西部、中医部，我们要用医师马上要用一个耗材，全部都有。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协会单纯性的不建立这个销售，全部都是放给共济的这样药厂去做后面，因为针对教育这个区块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每一个会员，你就是这个家的主人，而不是说我今天理事长或是哪一个，就全部进来了，就是这个家就是你的，啊，这个家有什么获利，大家分享。也不，目前我们当医生哦，新生领方面也要调试一下。啊，我大刚坐伫遮。对，你这个环境做好。我大刚拢坐伫遮。我今仔打几百了，我看我这个环境怎样？这哦，地理位置哦，真的不错。谢谢。其实我本身哦，也是台中市命理协会，荣誉顾问。哎、欸，啊，阮家的命理老师不哈，全国最强。拢咧上电视台，哎，其实命理有的讲，命理和我们医学有没有关联？有关系，有。因为古代的一些医学家啊，你看张仲景啊，背景道士，伊爱捌这个这天无天。因为以前是从易经开始，对对，是因为易经嘛，然后后来转变才有一些的药用药出来嘛，那但基本上。对对。还是跟天时地利人和结合。咱中华民族的医圣张仲景哦，《伤寒杂病论》哦，《金匮要略》也创始者，以最厉害就是医心病，医所在是郑州，他出生地是郑州，不是中华，是河南，河南哦一个县哦，啊主要他那个县有一个名医哦，他有60出头，叫做重病。啊，重病因内人哦，找无医生，就落尾敲伊，啊，叫伊就伊找，刚好遇到张仲景，哎，张仲景刚出道二十几岁啊，伊叫伊来看，伊讲带医生看袂好啊，张仲景就伊来看，伊看讲，伊就照一风水啊，伊进来吼，很，好人想，没有想就说他为什么那一种治病啊，伊用心病治心病，伊就叫伊。这个因这个夫人哦，伊去买赵爷伊是去买薏米粉，啊，然后搁一个锅盖粉，锅盖黑的锅盖粉，然后叫薏米粉煮煮的了，啊，煮成一个丸，啊，那锅盖粉啊抹在外口，啊，叫做讲钓鱼，伊啊规定讲钓鱼北方 ，OK， 钓咱北方，啊，叫做伊船的边啊北方，啊，叫做这个大夫讲见面来看到迄个伊就讲叫伊爱照时间。搬来切，把采下来吃啊！啊，给伊看者讲，人来探病的一些朋友讲，切讲，你看，这我们河南是一个那么大的城市，竟然一个医师做成一个黑药丸，叫我每天要吃一颗，啊，逐天来遐切，切到嘻嘻哈哈，你讲哦，讲我听讲这要来治病啊，啊，切就好吧，不要切到家己好去啊。啊，第二你也快用一招了。这一招是治疗忧郁症的方式、啊。对对对，啊，第二主人病了，对、啊，改善掉了。是啊，所以就像现在忧郁症的人，我们都会建议他去骑自由车，对对对骑自由车，骑大摩托车一样，对对对对就出去多逛多晒太阳就好了。对啊，等于没吃药就好了。对，所以说你也看咱医家啊，以前的任何医家，他背景就是命理。令你对对其实赶快嘛，跟咱的，跟咱的，其实跟着我们的巫师是一样的。巫，医跟巫是不，医跟巫是不分家的。其实在战国时代哈，我们医的部分哦，他那个《黄帝内经》啊，他有写哦，属于巫术。对啊，是啊，这个我有念到啊。就是这样啊，其实我感觉有了现在比较文盲的人。我们现代人哦，其实没有病了，都是新生灵的问题啊。我们将中医讲的嘛，你越忧愁啊，规个拢不掉呀，啊，内邪啊，沉郁呀。人家讲说你不通，则痛，则郁呀，就形成一个病况出来。没错，
咱人要较好调试啊，你也拢请宠物的部分哦，嘛是一样嘞。宠物，宠物，我们现在遇到的几个兽医师都说，宠物会欺负主人啊、嗯，主人是听宠物的，不是宠物听主人的、啊。对对对。啊，其实现在养宠物哦，有一个观点，就国外有讲，你养宠物的人比较健康。对、啊。第一个要是快乐。对啊。啊，然后他来，我们养一个小孩子，长大离家，啊，但是他你安那天安那讲，等下叫伊就来，啊伊来摇尾，好，啊佮、啊、还有一点。增加主人的运动量。对，你久过来遛狗啊，有诶无？这点嘛，所以也健康。啊，有人会，有人想到说，我养宠物，很多戏子讲，我养宠物啊，刚好我的太太已经怀孕大肚子，能不能养？可以养。继续养啊。可以养，没有问题、啊。他因为宠物不能预防啊什么，你很完善的话都没有影响。都没有问题啊，对对，照时间打疫苗。有可能会对胎儿有较好嘛？对。嗯。所以讲这个。我原先来还没有来之前，我认为哦，王董他可能在医界，然后可能和兽医哈、哦、这方面可能脱节。没有啊，我没有脱节啊。问起来真的。我没有脱节啊。比方他来啊。我还跑回去，我还跑回去进修兽医啊。对对对对。我没有脱节、啊。所以原则性这个真的我们的福气啦。没有没有，不敢。我们兽医界真的。我跟兽医结缘了。可能你今天读博士，现在高兴可怜。我家指导教授吼，可能看你啊，足尊重的哦。都对我很好，真的。对啊，一点很尊重哦。你那一讲诶，这卖讲兽医界，咱医界真的奇葩、啊，能建立这种基地哦，真的不简单。靠大家帮忙。你外表一看就是像一个吼、哦、很灵性的啦啊，然后看起来就是不像一个劣质猪场这个格局啊。因为有人从这里过都奇怪，这里怎么说开了一家民宿？因为不是看到饲料台就说不是。對對對啊，这周围公司顾的嘛，不会去吵到人啊。不会，因为这范围。这范围、啊。当初王博士为什么那么急眼说来找这一块土地？因为这里其实上我从82年，民国1993年、嗯，就是民国82年就进到后龙来。嗯，那我原来在新屋，跟人家租了一个猪场，跟他租了两，他的猪场呢，跟他租了两栋猪舍，花了大概1000万去整建，但实际上，那个老板最后不租给我，那就搬家的时候当天烧掉1000万，因为什么东西都不能搬，对对对，啊，就是仪器能搬，啊，整建的那些部分完全不能搬，我还没买，剩，啊，那没关系 啊，可是。那就那个时候就要签约的时候就开始在找地，啊，找地实际上算看这里算一算，交通也方便，那没有想到还有最后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苗栗高铁站，所以这里很方便。对。不过原来搬家的时候很气，因为真的烧掉1000万。对啊。可是现在要感谢那个老板，如果没有他把我踢出来，我没有今天。哦。这里的地大概这附近的地大概不包括。那一块那个温室那一块的话，这里大概在1甲4分地，一甲四分地将近4000坪，超过4000坪。那因为我喜欢买大一点的地，因为接下来可能要扩建第二期的工程。那逐渐的啦，这里可以自己做一个想要怎么做的基地都没有问题，因为只有地上地是自己的，你要怎么盖都可以。这是比较一个方便的地方，啊，反正就做了嘛，已经做那么久了。那以目前的话，像你这种经营方式，目前在台湾这个境内还有其他吗？台湾境内目前只有国家实验动物中心跟农科院，就是农科院动物所，就是原来的养猪研究所变养猪研究所变动物科学研究所，然后现在变成农科院，然后里面的动物所有做一部分。那实际上我的空间比他们稍微大一点，因为民间的部分可能一家而已。对，民间的部分只有一家。对啊，其他他们国营的话，国营的那没有办法。那国营的，其实上他们现在，我常常会讲的是，国家实验动物中心就是实验动物中心国家实验动物中心啊、国研院，他们在。台南有一场，在竹北有一场，可是实际上他们在标准厂房做动物房，实际上会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那因为标准厂房里面，他必须得去防范一些，
疾病的爆发啦，或者是一些传染病的爆发，这个东西他必须得去考虑的。那我在这里，我空间上会比较大一点，而且周遭这里要有人，大概要会直线距离大概超过500公尺，所以说不会有问题，而且我这里完全都合乎标准。那甚至去年也得通过 ALEC 的国际认证，那也得了一个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那个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是完全在国内都是发给医疗院所、医学中心的。对，那好像只有我这种很奇怪的单位、很奇怪的公司去得了那个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尤其那个2月20号去见副总统陈建仁的时候，在座的都是什么台大医院的院长，什么龙总长庚的院长，他们觉得奇怪，怎么会发给一个养猪的？那其实让我的里面的设施跟一般的照护情形跟医学中心差不多，因为我们有专业人员在照顾，我里面有护理师，我请护理师护理专业的来照顾猪，那有兽医师，这个所以说我们在照顾上面都不是问题，是这个样子。这些我模拟猪大部分都是一般提供哪些单位 ？OK， 提供的话像研究单位像中研院、工研院、国卫院，一般还有农科院，有时候来做实验。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医院的医生做实验，医院有台大医院、北医、长庚、龙总、星光医院、马偕医院。大概现在还有生技公司像上柜的、上市的，宜安、博登，那或者一些要医材药研发的一些的生技中心，生技公司大概都在我这里做，或者一些比较学校的研究单位，学校老师也会在这里做。目前因为时间的问题、跟空间的问题、跟位置的问题，大概左水西以北很多单位都在我这里做，都到现场来做，没有说把模拟猪直接移到他们叫 OK， 有一家亚东医院，有时候他们的PGY 就是住院医师的训练、住院医师的模拟训练，要我们配合把猪载上去他们动物中心做实验，有这一种，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猪载上去我们的。目前兽医这一块目前大学这个部分他们还没有，教学医院还在谈，目前在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大家的磨合或大家的配合了。那我目前有提供，上学期有提供屏东生技系的一个实习生来这里实习。那现在暑假有三个中兴大学兽医系2年级的学生在这里实习，一个是嘉义大学兽医系的学生在这里实习。那我总是想要让我们的兽医能够兽医对。对大型的动物实验，如果实验动物这一块能够有所了解，因为我想在学校里面，对于关于实验动物这一块，甚至猪的动物实验这一块，基本上介绍比较少。对。那我去屏科大演讲过，我去中兴大学演讲过，实际上我还是觉得，把提供了多个面向，让我们的兽医系的毕业学生能够去有多重选择。是这个样子。因为是刚启动基于教育，其实我们老早原先也已经有企划案了。是，主要就是说在小动物这一块，像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些内视镜部分嘛，尤其外骨科部分啊，甚至我们在应用到针灸这个部分。OK， 这个真的有需要这个环境。我讲环境上配合，应该目前。因为我里面可以，里面有2间手术房，7公尺乘9公尺手术房，可以至少会有4台的手术可以同时进行。那人员的话，如果一组是6个人，大概同时可以有24位。对，主要现在目前可能在一个门槛，就是说有这个环境，但是师资这个部分啊，师资这个部分可能也要先借请人医。是，可以啊，那我们就看把时间排下来，我们就请人医来指导，我想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大概认识的人医、骨科、外科，
内视镜，基本上这一块都可以找得到人力来配合，因为我想我配合的跟我服务的这些的客户，服务的这些医生，他们都很愿意。因为这个时间上哈，一定要长，因为我们现在这协会这边和一般协会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老早就建立有一个阶梯，是阶梯，就是说基础理论的部分，可能都是用文字或是现场有一些哦，就先教起，然后等到你集到200个积分之后，就变成中阶。是。中阶就是专业教育的部分了，然后几乎有高阶。是。但是你在中阶部分就要实际的。OK， 没有关系。我想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仪器设备的部分，我们可以请厂商来配合，或者是有一些就我们就购置一些需要的仪器设备。因为我刚才讲基础的部分，不是说完全，就是说也有可能说。有像内视镜部分啊，外观可能也是要需要，对啊，但是实际比较平缓的操作，有可能要到中间。OK， 你没有取得到200个积分的学程的话，可能你被跳上来不可能。它没有了，有一些东西是要有基础，我们才能够让它进阶。对啊，最重要就是说，现在目前啊，大陆那一个区块也很缺少，就是说他们还是土法炼钢，是哦，可能在这个方面。你算起来，亚洲的话，我们台湾的人力这个领域哦是超高的，是，所以还是要走这一区块。Okay. 好在说我们现在黄点鱼哈，它的基教它原则性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只要人力他有著作或是在学校当已经当讲师的，一切都 OK。但是没任何问题。有一些老师他不见得会在学校。我的想法了，有因为我等下这个另外在事后，对，我会稍微跟你接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协会老早都有知道这个门槛，对，哦，在因为现在在录影 ，OK， 就是不方便讲，哦，因为那个是私底下，对，我们可以，这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知道，对，你完全没有，我讲我找的老师大概都可以说他们已经有在学校任教过，那个都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还在念博士班的，他有时候也在学校念，学校任教过，那个我想都不是问题了。对，就这样。你黄姐，你这边也很肯定人力这个服务，知道，非常知道。那个真的，他们受他们的肯定是不错的。因为没学是怕说走的路不一样，是走的路啊。如果是在水平方面，我说这一区块真的，如果没有再加强，收音现在也是很厉害。因为这是主要是环境面的改变，就是说现在宠物主人哦，坦白讲，他的资讯，任何资讯是比临床医师来的高。为什么？网络查询很快，对，所以大部分都是会他要看之前，宠物主人都先到网络去查说，对，哦，查说你这家医院人家的风评怎样啊？你也看不认路嘴那个。啊！但是看不练多嘴，生意如何？因为乡外人这是有的人吼，哎呀，愈攻击的吼，先或是讲有诶，早起不干啦，讲人家叫《苹果日报》来采访哦，迄间免费广告，对，没有错，都完全拢直接上报了，对，嘿。谢谢，真的谢谢，谢谢吴理事长，谢谢英语，今天真的很荣幸，真的哈，我们老早就有计划啊，就是坦白讲，就变成说，比喻说可能是2年后的工程。OK， 没有问题。啊，现在不，慢慢来。现在不我是讲比喻啦，今天没有遇到王董啊，可能现在遇到是有可能一两个月就 OK，就开始，没有啊，就是缩短那个已经。缩短期程啊，计划的部分啊，计划的部分啊，以第一阶段就是9月24号被邀请地来，就是早上场啊，邀请这个哈，有可能坦白讲也是算一个起步啦。谢谢。你那一天我们另外有邀请到中国医大，那个他是针灸的 ，OK， 他也是临床，也是主治大夫。中国他也是搞实验动物啊，那个什么林哲了，不是了，那个我等一下看一下，那个因为第一次见他的，这个弄鸡眼呐，你稍等一下，
以中华职业了，中华职业。张世良博士啊，张世良，他是搞针灸的。张世良，嘿，搞针灸。中国医大张世良，对对对。啊，伊伊，说不定我认识他。嘿，因为中华，因中华有一间中医诊所，是四五个哈，都是博士级，开的诊所。啊，以针灸，伊在针灸临，针灸那个小鼠实验都做很多。OK。嘿，尤其在针灸，哎，即光几个拢很起眼，认识恁家的。你告诉龙飞厂机耶？张哪个士哈？对，就是这样，张世良，张世良。OK， 伊很机缘，以前啊买啊问啊买啊了无吼？嗯。同一个企业体。嗯。天一药厂的股东，中药厂的股东。OK。张世良。他是以他中国毕业的嘛？对对对。啊，伊个伊现在大业来在当那个无、哦、大业大学啦，大业大学，对对，大业大学。啊，伊现在人过啊，人过啊，很厉害哦，啊，要回来。对。嗯，啊，伊在针灸部分啊，其实我本身也是搞中医的啦，针灸功，因为我当初被建立哦，一个完整的一个穴位点。嗯。啊，其实你在我们犬猫部，我们早在2002年就和美国兽医针灸协会，他们就，改，就是他们认定就把人的一些穴位点又纳进来。对啊。原先大陆版的话，大概七十个穴位点常用的。嗯。啊，后来他们改本，就是要往美国那边遐兽医师学。他后来就是大概，因为人的本360多嘛，对，他大概有120几。啊，后来我用探针，就是穴位探针仪，再去纠正掉，我改下的版本，就有经络版的啦，14个经络版的，147个穴位，但是常用的话，大陆版它是70个穴位。OK， 啊，但是沿着进。以犬猫部，我想说也要用一个猪体穴位点，全部模拟出来。对呀、啊，哎，这个我们当初也有这个想，知道不是，我们也想要做建立这个， okay. 这个这种资料库了。哎、okay. ，我们当初买醒风，和大陆一个比较做那个现在比较很名的那个，就是尸体模型的人啊，动物体嘛。最大的在河南基地啊，啊，伊叫伊讲啊，这个猪体，啊，是咪再稍微点用跑光跑，好像光线一样。今天按哦百会穴按下，按下那个经络也跑，啊，到那百会穴也亮起来呢。哎，这个很好。嘿，这个真的很好。我构想了一下。可以啊，这现在目前用标示法，你插针没有问题。对对对对，啊，因为其实我们针灸部分有一些患者，卖光人养动物部分，讲中医这个疗法是不是很缓慢？就是说也治病缓慢。其实不会，不会。对症下药。对啊。好啊，还有辨证论治。不会、啊。有当的话，我跟你讲，一两天就。现在目前哦，很多经常感冒的人。超多的流感，他们你看西医的话，你注意看，你照正常原理说，你也可能最低点挂，还是讲你养进麦克超了，可能一礼拜好啊。对。但你也看好了哦，这一礼拜后阴沉沉。对啊。他可能安尼阴。对。啊，我们现在做到什么？以前我内人都说啊，你这恰恰医生，好可怜，我讲歹势，我爱开个。这个方给你就好，三道复方给你就好。我咧保证你第二天吼，搁食第二泡，你鬼拢好用。他不相信，我真正开错哦。但是阮这个开出来这药方啊，其实我们中医吼不讲伤风感冒，我们是讲他内血问题。你没有解表，因为咱一般的内血之后，你无解表，你这内血无要造出来。对。啊，咱一直在攻细胞，不然攻那个病毒啊，对，一直在攻死它啊，就是讲咩啊，逼到最后无路可走啊，无知影好细胞坏细胞拢攻掉啊，
但是我总我解表，解表它洗内血之后，我们后面是加强它免疫抗体。对。啊，其实这个感冒不是真正的流感感冒，本身是在那过敏，气候过敏，所以说你现在禽流感买不起啊。如果禽流感今天的观念哦，可以用到中医这一块啊，因为现在大陆它已经导入了。一挂市场方面、哦、都用中医疗法，所以我们讲中兽医药厂为什么那么多？主要愿意的养殖业，它供给链，就是讲我养出来的细体，我保证我是用中医方式去饲养，防止疾病。但是这肉体吃到人身上，它没有抗药性，不会啊，不会有，没有抗药性的几种免疫啊，对对，它所以它看已经看到这个市场。就是不管你起 DA 起 GA 起啊，涵盖那个水产的，都是中医。我进到养猪研究所的时候，要提这个计划，不准我提啊。因为不准你提，因为他们不懂啊，他们不知道。可是就是这个问题。可是我提出去之后啊，我后来提出去之后，我都没过啊。过隔年就有人的实验过，就有某个大佬的计划过啦。对对，因为有我十多年前。创立一个台湾小动物中医协会。嗯，我当初的意料说，我们这一块是绿色黄金。对。啊，但是原则性官员要先给他知道，因为我以前那边我先知道，因为我走临床的。对。我今天没有给你先报备说，我被用针灸疗啊，用中医疗，有一天呐、啊，我用下去啊，发生状况的话，主人要告我。对啊。告到法院，以上面一定排工啊，我无认真去做这种嘛，所以我先，因为中兽医这一区块哈，坦白讲，今天台湾是真的是一个算是一个领文盲，原则性是，因为当初老蒋要过来的时候，他是信西医的，他不信中医的，所以赵伟林把中兽医放在西南大。就是现在重庆呐、啊，一个资源，一个规资料，因为是畜产试验所所在地啊，规任何资料都放在那边。啊，买了了，我为着讲，这了黄姐姐了解我们中兽业可是这個、博大精深啊，我把遐资料拢重整一本资料给黄姐姐。啊，买了伊就准啊，准讲阮临床医师可以用中医疗法，还有一些另类疗法，因为台中市第一个开业征召是为了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我已经没有清中医整个疗程在营业项目了，给防疫处的因承办人他莫西，你讲阿乐一头到尾啊，无这种小动物这资源啊，哈，伊跟我咧揣猫啊，无，伊唔是揣猫，伊每次嘛这样讲啊，讲吴医师啊，嗯，你唔好过早啊，看家咧哦，安尼。台湾的小动物中医，按海湾的系主用卡点入来防疫处，讲哎，这兽医用中医合法不合法？嗯，拢会问安尼啊。啊，伊呢客厅上讲，拢阿讲，这合法啊，不合法，但是就无遐个资料。买了了，我叫黄姐姐发公文啦，发了各管区的迄个防疫处啦。对，这是合法啦。对，我因为叫你发这个物件啦。对啊。啊，因发了哦，真正。真正有迄个成果出来，就是讲，因这官员哦，尾后讲吴医师，还是你厉害，对，你会预知十年后，真的，现在逐个人拄着讲，啊，你这黄金，真正无绿色黄金哦，你渣，真正。其实我当初，因为我中国药学系毕业，哎，对对，我建议要用中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些动物没有圈养的时候，它生病是不是要去外面找药材来吃？它要活下去，它就找药材来吃嘛。对，那一个情形是，那基本是经过科学的方式，把这些的药材的药效都确认了。对，啊，我们集合成复方，或集合成如果做成单方，或者是不管是科学中药还是水煎剂，那些的药草，实际上打一打粉，加在饲料里面，是不是猪？动物它的吃的就比较方便，它不用去，因为你是圈养的，你不可能放到出去找药草吃嘛，这样子促进它的健康嘛，而且在对猪来讲，其他动物我不懂，对猪来讲，你不管在
母前在怀孕，在母后，在宰猪，在保育猪，在中猪，或者是在要上市场的肥育猪这一块，基本上每个时期给它不同的中药材的添加物，它是不是长得更好？对，而且不用完全不用抗生素，也没有药物残留，也不会有环境污染。对对对，因为这些的药材本身就具有不同的药效，这是我那个时候做的。可是那个时候，两株研究所没有人懂，没有人懂这一块，所以都不准不准我讲。他们就是西医的概念。那其实刚才王董你讲光猪，其实哺乳类一猪涵盖面都一样。是啊，你应用到其他动物都是一样。是啊。好，几乎和人嘛是一样。是啊。啊，因为这几年呐，因为你们我们最古老的时候就有关中医药的动物实验。对，我知道，因为老早就有。我从我71年念中国，我其实那个念了中国药大学的时候，药学系我们就开始在看大陆的中医的书。啊，那个时候中医的书，简体字的书是不好买。可是还是有的买，好啊，结果后来接触到中兽医，那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大陆其实中兽医很风行，因为他们用这一套理论去管理、去治疗他的动物的疾病，反而比有时候像李市长你讲的那个用西药来的比较快，对啊，而且预防也没有问题。王董，你接触中兽医。在什么时候？你其实，在进到养猪研究所79年还80年的时候，就接触到中兽医的，因为那个时候在看，我都一直在讲，可以用中药来治疗，但其实当中提气话，没有人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小的助理，要提气话很难，所以就变成他们就觉得那一块是不通的，可是实际上那一块是通的，就像现在的中兽医那么的风行。我们在2008年 ，OK， 2008年办第一次在中兴大学，台湾第一个那个建教班，就是中兽医建班，有大陆的老师用远距的，每个礼拜天上6个小时。那个谁去上啊？那个谁去上啊？竹北里仁的那个范浩生去上。哦，你也捌伊哦。他是我的顾问啊！伊，你也讲吴医师、吴理事长，他就那伊买上万的学生。对啊，他就去上课。他说：“王博，我要上，我要上什么课？”你第对啊，他第一届的啦。他第一届的。他的理念对非常好，因为我当初一进来就是讲，我是那个专本科专业嘛。啊，也能看到台湾这边就是你讲，我刚刚跟台湾没做任何一个医界前端先锋哦，哎，牺牲小我王的道。我因为我跟范医师，实际上他帮了他帮过很多，有时候你也找到伊就对啊，哎，对，伊这个囡仔吼，真正可贵。广东人，伊卖哦，一定换伊的医院呐，伊载于全国。对，即卖讲，即个录影即卖讲，啊，沿着伊你也看伊好学，哦，阿哥这点有冲劲。对。哎，你也看伊的病因，啊，敢啊看伊敢啊跌落，伊也是讲。将近3000。对啊，你也想讲，伊不爱找台中，伊竟然来找这个，宋主任嘛，主编嘛。你也看伊就来找这个所在看。我刚刚这新的这周围哦，好所在。对。嗯。对啊。阮家两个囡仔，我儿子啊，原来不念兽医啊，要填志愿的时候带去他那里啊。哦。填了兽医啊。你今天找到人？对啊，然后我女儿啊，也去他那里之后，也要念兽医啊。我们家两个小朋友真的受到影响很深。读兽医这一区块，我是一个见解，我是过来人啊，我认为说要有兴趣啊。是啊，无你比人伊较歹读。我知啊。哎、欸，你天天遇到那个不会讲话了，我太太用来讲，你一定拢退化了。拢袂和人沟通啊！我唔讲无安尼沟通，就是你会小看我们啦、啊。你错了，我们都要跟每對對對都跟犬猫都会讲沟通。我唔是沟通，我当动物医师哦，超厉害。对啊。伊系主嘛爱沟通。对啊。啊，但是哦，其实都看系主。对啊。第一优先看系主。对啊。先，可能我有邪面相、啊，系主一进来我就知道了，他需要什么。对啊。
他还没有讲，我就知道了。对啊，因为翻译师真的帮我很多了。我最近我的一个新产品，嗯，空气清净机，嗯嗯，在他那里试。哦哦。我们的第一代的原型机，给他试，他觉得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代的准备上市的机器也出来，也在他那里试。他觉得非常好。你也找伊病的对啦。因为。因为我唔是夸大是无乱讲哦。以他这医院如果是在我们市区的话，是想比区医院都要大。他那个环境真的好。我们有一些理想，其实他常来。因为我遐是他脱节原因吼，就是讲可能我这几年都往大陆走。对啊。我台湾这边也不是说放弃啦，我是认为说，可能是。可以建立基地，但是还是要延伸到那边，因为咱尾狼兽医这一区块，尤其走小动物的愿景哦，我不乐观。可是不会，我反而乐观了。我不乐观原因是哪样？是政策问题。OK。上面政策问题，因为外公就会这样影响很大。你不像欧美国家，今天是政策问题，不是说我们环境不好。政策问题，政策这个政府这個政策哦，你也不改的话哦，可能影响我们。但是我现在录影不便讲，对，可能私底下再讲，的确都是出在政策这個问题。因为现在官员哦，他最怕放缓掉，无迄个放缓，就是讲伊希望我伊顺顺退休，你莫要找代志做，就安尼尔。但你也吹出来，你要一个另外一个工作做，但是他是不愿意的。所以你要他另类的哈，他最好是叫你不要。另外，我中医当初我得找出来，我这个是世界未来的一个趋向嘛。你不能说一二十年，你认为说一二十年后不会有，但是你要需要资料，我给你。我只要你要那一张公文下来就好。啊，真的下来啊！但是这我没意料哦。后来到十年后，要发生说医用西药的问题哦，未再用人药哦。嘿，但是中药会当用哦。啊是，因为我十个几年前，我就事先给他讲了啊。啊，但是台湾没有中兽医药厂，你唯一是没爱用，所以最早是顺天堂有踏入在宠物这一区块，台湾第一家啊，但是。也是我在旁边，范医师比较野宅啊，我介入进去的。啊，后来就是天一药厂台南关田，也这药厂是台湾第一家 EMP 中药厂，但是伊是他古色古香，因为伊是家族企业啊，然后他们是几个中医师哦，合股的一家药厂，但是当时要走入历史，伊就是讲不再提升了。但是刚好是董事长的女儿，陈慧娟女士，她从加拿大回来，后来她进来就和我接触，我一个观点，我点破而已。中医没有生活化的话，你按怎走都不好。生活化用意就是要侵入到家庭里面，你这个东西不能每天说标榜说每天吃药啊，就是讲配一个吃一个药丸，买吃药啊，啊，吃一个药粉啊，买吃药啊，啊，你变啊，做入中无迄个中医化，我今日啉一杯茶，内底就是讲叫药材，啊，逐工啉无代志，啊，我即个逐工食面，我内底涵盖中药伫咧面内底，面粉内底，涵盖你咧食饼干，你上着啊，眼瓦族的眼睛的问题，骨头的问题，还有。比较年长的一些女孩子，也气血问题，我逐天吃这养生饼干，就可以去代替药了。所以我要他走这一块生活，现在这个讲一句话，大家，因为其实哈，在诊疗部分哈，在那个中药的迄个后端医网医学哈，才是饼啊。也现在演变到十多家中药厂进营哈。比一般你诊疗的啦，诊疗，比方你处方签的部分啦，啊，然后在医网医学当养生的，对一个前途，
这个饼大，当然在医王医学啊。但还有一块饼，所有的中医还有一块饼没有插入。哪一个饼？不要告诉你，那块饼没有插入。如果愿意做的话。对啊，但是就是现在大部分都摊在医王医学这个部分了、啊。是一碗医学，咱即马，咱即马有胶囊咖啡对不？对。你为什么叫你这为什么中中哦？哦，你讲无，你讲冲泡式的的迄、那个我知影啦。但是我讲，对、哦，不是冲泡式的。今天是冲。你现在迄、那个，你现在吼、喔，现在很多中，你可能较无做过这个吼、喔，我跟他稍微啊，王博士稍微介绍一下吼、喔。现在以大陆大部分的中收一部分的那个现场方面哦，都以血剂，全部都以血剂。但是血剂哦，门槛你无跳过，因为环境热度的问题，你花无酵母的部分哦，如果里面弄不好的话哦，有可能这个液体哦，经过一两天这个运输，或是在那个不，人家讲说一定要有一个恒温管道啊。不用啊。但是吼、哦，变化，六诶万咯，都不会。但是现在一点做甲足好个啊，做甲足好个。你做，我跟你讲，你做浓缩，你做浓缩剂就好，做流进高。对，流进高。对，你讲你要做一件事。对。你流进高的成分比粉剂的成分来的好。对。而且你不用去喷雾干燥，我冷不用去喷雾。那一个情景，你流进高，你要防止。霉菌什么东西的污染，对不对？对，很简单，非常简单。全部去做伽马就好。一整批进伽马。怎么会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今仔是可能你讲的爱技术上的问题。不会，完全没有。本来是你有因为没有，因为你充填，你就跟咱来的胶囊咖啡的充填方式一样。你讲龟苓膏一种。龟苓膏那个还不是，要去用咖，用胶囊咖啡，那种方式，全部做胶囊咖啡，因为几乎很多人家里都有胶囊咖啡。对啊，现在很流行。啊，就你去，对，啊，你去大家就跑啊，就不会的，对吧？对，不说这个。现在大陆，现在五姐趋势有没有还不知道。因为现在大陆有一家药厂也蛮大的，伊也你讲比方中药不，如果这家医院呐、啊，它是就像那个试药车不？这家入去关入去啦。我知道啊，但是那个诶，无粉剂的不呐，它粉剂也。但是粉剂嘛，咱即马是为了做方便性做胶囊啊，不是做类似胶囊。也保存呐、啊，上回那个都不是问题、啊。对，因为咖啡，你要想咖啡也是植物提炼的，咖啡可以这样冲泡啊。咖啡这样做，你的药品绝对可以这样子做。对，你刚才讲到这个哦，你粉剂的部分呐、啊，粉剂咱台湾的中药浓缩全世界最强，科学中药。可是咱即马咱有一个问题是。你去看大陆，有足侪冲泡式的科学中药，而且他加了一个，他为了要好吃，他全部加蔗糖当搅拌剂，当复形剂，台湾无啊，对，啊你其实你做你当蔗你加蔗糖加这些东西加砂糖当搅拌剂，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你王博士，你讲这个问题吼，迄就是讲要让饮者的吼较好啉啦，对啊，因为有的中药。苦寒，苦啊，对啊，你看我板蓝根，你卖过后，你板蓝根，你不加糖，谁喝得下去啊？还有一点哈，还有一点，我们现在中药粉，你看一般的百姓哦，的观念问题，你粉来了，我加了阿点了，其实你要用热水先冲哦，对啊，加了含一个直接用，不一样啊，啊，但是这糖类哈，你刚好今天有来，因为我回去的话，我会。我一批无吼，全卖讲全咱台湾啦，连亚洲无可能是啊。我一批有在大陆登，是就是糖类的忌讳中药的问题，忌讳中药，你哪一种糖哪一种糖？啊，但是咱中医吼讲，你也加糖败火。可是你要看什么糖啊？对，不见得、哦、白糖类的，所以都对，不见得所以都败火。但是最好是你爱有颜色，比如你黑糖。就不会了，哦，因为其实用一个
用一个比较不伤，对，不伤的糖类，实际上就可以用了，因为糖只是做调味剂而已。你说蔗糖这分来自天然，可以，对啊，你要合成糖不行，因为你现在你注意看咱西西医无诊所拢爱食为着食药苦，对啊，用一个合成的白糖对啊，啊内底南瓜颜色啦，对啊，啊口味啥的，对啊，不行，不行啊，那个是我们的制剂上面可以去做调整的，因为只是为了让适口性好一点。刚刚中药来的做蜜丸赶快嘛，蜜丸也是方便跟方便跟适口性的问题嘛，啊那其他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在制剂上面不是问题了。因为我当初进来小动物领域中药跟我们天这一边哦做的比较好，原因就是说我们有开发一系列的五脏六腑的在宠物调理这个部分我们把原来的，你讲，比如讲，因为大众认为讲，哇，诶，中药诶，即个如果大动物啊，是诶大狗，哎，即个爱食较侪哦，不是这样，对，因为阮是用人医的，它最高到我们中药后面会写成年剂量，啊，你几岁无？你啊20公斤以上的动物啦，迄是比如讲是。小动物这一区块，20公斤前诶，大丹呐、啊、挪威呐、啊，然后几百，诶，这些东西成年一个剂量就好，对、啊，2公克就好，不用再加减了啦。2公克看，其实要看啦，看药效啦，因为我们有一些像比较像抗生素的药物，用中药去用抗生素药物，我们会建议啦，大概6个小时吃一次啦。对，时间用西医的给药方式。对，我这个讲量的部分，因为很多兽医师吼，他在介入到中药这个部分，因为我写那边讲，因为我在大陆他有专任学校吼，有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你请问。有的人认为我这次罗威纳大丹天那么100多公斤啊，我爱叫一颗量啊，我就唔多食一罐，唔是安尼。啊，有迄观念错，我咪爱我有想，因为可以用，可以用缩短给药时间的。比方你也中，他中我2个小时、3个小时。可以啊，就是量少，给他频率，让他维持有效的血中浓度就好。你中药这个区块西药的差异，以西药来自合成的话，毒性的部分啊，但是中药以本身有毒性，但是原则性想到科学中药，因为科学中药本身就是有把关。对啊，以不管在重金属、农药部分，因为科学中药你比较少买得到毒具药品。对，它正在把关把很好。啊，还有它是浓缩的。对。哦，浓缩的部分有可能吃一点点就有效果。也是没错了，但是有个情形是，科学中药要去看的是你的，你除非有一些动物不能用，像人有些药不能用，对，动物也是有些药不能用，它有特殊的。现在很多吼，刚才王博士讲，像百合，对，还有那个茶树，对，哦，它可能尤其茶树、百合，它对犬猫会影响啊。其实很多兽医有讲，我们。中药有一个百合，这个百合用在咳嗽方面用很多，但是这个百合和那个花子科百合不一样啊，不一样，可以吃 啊, 對啊，因为另外那是最好是爱实地的花粉，那个就不行了。对，因为经过那个把关之后，它是因为里面复方剂里面有掺养肺部分，大部分会用到这个部分。百合、郁金这一类的。啊，你哥请问乖古三科的话有几种？比较毒性的，但是原则性为什么？因为所以老祖宗太厉害了，因为你看自古以来哈，从那个古代的一些，但是那现代医生的用方剂了，他比如小青龙汤，补气益中汤哦，益中汤或哈，还有其他那方剂，从古代到现在一丝不漏，但现代人不敢给他改，不改啊，那个不能改啊，精神着死，那个没有，他有时候会看症状去加减方啊。对啊，因为你也注意看，因为你也想讲，伊这个方，吼、哦，有一些它毒性很强的，几乎你也单方去针的，它本身尤其骨外伤的部分，但是它怎样古代的人嘛，重体寒，它用蜂蜜一炒，对啊，
啊，蜜制啊，对，你啊蜜制之后，哦，啊是用酒类，对啊，去啊蒸，酒类会加酒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成分里面有一些是有机，必须要用酒类去把它萃取出来。你底下在蒸煮的过，你在煎煮的过程中，你可以把酒类这个。你啊话，这甘草部分，如果它你如果化解制甘草。对啊，那蜜制啊。阿利亚甘草的部分它是偏弹性的。对啊。阿利亚制甘草在那个比较年长哦，它有可能是阴虚的啦。对。没补它的气血的话，你看高赞啊，差不多。对。也这不同，炮制跟炮制不一样啊，不同炮制，中药的好处是不同炮制有不同的疗效，对对，甚至在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作用啊。对对对。而你很厉害。没有，因为我读大陆的哈，中兽药物工程 ，OK， 也是向甲和王博士是读是属于药科部分 ，OK， 啊，所以说你在药科像我写很多像金城佐子的部分的一些药，它每一种，好小青龙它底下的一些单方，它本身是属于你看伊金城佐子，你看高扎郎，伊诶在。现在医无名医吼，你啊看伊内底药啊，伊有诶偏寒的，有诶补气血的。对。啊，伊这药啊就是变啊，要互你入了就是大小通吃。对。伊袂当互你讲抓不到你的重点在哪边，所以我妈讲很钦佩那古代的人，他可以想出那一种。但是我们是用现代医学伊啊路径啊。对。我们现在是搞慢慢在搞这个，你请中针灸这个部分。我们要怎样给兽医师很快一导入，马上学好？因为针灸这个针，你注意看咱中医诊所的医师哦，其实讲要安怎治疗好，啊有诶讲健保迄药啊是要安怎治疗好，一块针灸扎下去就停在那边了。对，错误观念，因为阳经的不留针，阴经的部分呢要不留针。对，啊还有每不管阳经阴经，你一定要先得气。对。得气完，你阳经也不留针，留针啊，因为阳就是你本身就是阳虚，它内热，你主要可能爱留针吼，要血出来。对。啊，你阴经的部分外表就内部的部分，你得气之后快速拔针，就是本身就是它属于它阴的话，你要补它的气。对。所以弯捻针很重要。对。我们在学小动物部分。我强求每一个学员，每一个医师，在手法部分呢，用棉纸三层棉纸，你爱30秒爱穿透，你没有30秒，两个还好，你以国外面哦，有可能它产生很痛的痛觉，你可能排斥，所以要速度很快，所以要先练，你这观念也练不行，可惜没30秒，拍一个继续练，第一阶段60秒啦，但是到最后真的及格要30秒，对，连针，二指连针，三指连针。啊，说穴位这个挖空以猪蹄这个啊，我当初就想到这个话了，以整个也，其实我没有那像美国系统那么多，就是只有70那个穴位。OK， 就是它重点不是筋，没筋络啊，其实。我们做到这个，我们真的有做类似田间的部分。我们是求，我们不求穴位点。我们你只要拿呢，它的经络回向。你经络回向的话，本身疗效比你真正扎穴位的话多2%出来。OK 你寻穴位的话，可能50%。对。完经络的回向并52%。嗯。的疗效。OK。啊，还有经络阳经的部分，你要怎样去补或泻？嗯，啊，阴经的部分要怎样补泻？嗯，所以我们在中兽医，我们是台湾最早做云端教育的啦。我们里面有一批中兽医，有一批仁医的中医，在大陆蛮强，在基础教育方面扎得很扎实。Okay. 因为你无安尼，你无安尼吼，可能要后边要带动。比较困难。哦、你有缘，你无理缘，万一是你也问就知。因为阮本身这个领域啊，啊，伊
我本身也搞药业了，真的是你是真的很强的前辈。也不是，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在药厂，你生技厂，啊，后来又跳多到中药这个部分啊，都是在药业，离不开药业啊。啊，我买苦读啦，对啊，自学苦读啦，对啊，不求经，不求学历啦。OK， 不会啦。就是有兴趣啦。求经历，求知识就好。我觉得你最后那一端就是讲咩啦，也好难管啦。因为你请瘫痪部分吼，早起生意都没做。我瘫痪第一个吼，四大媒体报道。我刚好八十几年回来的时候啊，人家以为我用针灸啊，早起高啊爬起来行，啊大家报纸听啊。尾仔不干哦，我那是综合医院嘛，从早到晚我都看针灸，看那个瘫痪针灸，比他无眼旁个广，比他拢白一些。不过动物的复原能力比人大，对，人大人好很多，因为我叫欧高，对，腰这就是这里腹部啊，对，经过卡车的后面碾过，我靠，翻译是我很高啊，去哦。去有一个卡车碾过啊，怎么办？伊讲他现在怎样？我说瘫在那里。他说王伯，你要抱来看吗？我说我想让他观察几天，看看怎么样。结果一礼拜，前一个礼拜有血尿，有漏尿，一礼拜会起来，两礼拜，就安尼啊，没事。所以说动物医院，因为咱这些动物本身哦，动物本身它原野也比较野生种嘛，啊，它你只要讲这个问题哦，我较早一个病例，一只幼狗啊，嘛是车跌过，有迄髋关骨哦，髋关骨两边嘛拢跌掉，啊，但是我讲你若要动刀的话，主人阁开袂落。关医生甲讲爱开偌济，对对对，开二十。对，哇，你来阮兜要做啊！伊就本身就开，我尾仔讲啊啦，讲自体疗法。对啊。你着食较好，营养较好。对。啊，伊细只狗，后盖伊可能起来阁无够。对。结果啊，小啊外固定麦克风安尼走来走去啊，一礼拜。嘿啊。你知影迄只狗？一只小黑皮，会抓斑鸠。会抓蛇，会抓老鼠，会抓乌龟。伊迄本身，回来给拉拉屎。对，伊本身免疫抗体好。对啊，真的啊，因为只土狗还去抓，伊食过一流浪狗。我去抓狗啊，抓小狗。尤其哦，比如说买一送一。尤其比较土狗类的哦，真是你看早期无吼，早期咱台湾咧生迄种咧正土狗的虎斑的啊，啊，佮赤乌啊色的啊，迄原住民哦，迄拢伊。断崖哇，你造冲偌厉害哦，伊未栽落。你爱看哦，咱普通狗钓浅温热，大只嘛死，但迄种狗啊钓着未死。迄尾啊，花兰花姐是怎样未死啊？抽血液做抗体，抗体高出一般的狗高出好几倍啊。所以了解说啊这边啊，品系不一样啊。对啊。啊，你看当初最早一种疫，潜伏热，但一种痛一掉点，真正掉一症状都出来，叫未死啊。没事啊。嘿。啊，没关系，就用他的。连导游也嘛无法导。就用他的血来当血清就好了。啊，迄阵光情况，你掉点了无吼？你输同母狗血液啊，用自体疗法。对啊。嘛可以啊。对。但一抽有怀孕的高啊，一定怀孕的，啊，一怀孕的话，免疫抗体。很高嘛，就是直接输血的哈。输血，输血或者是离心都用血清。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讲这个你袂当讲，你一般话讲一遍，伊就来讲啊，这爱开话就开话就。我跟范医师，我的狗被车子碾过怎么办？他说现在怎么样？我说算了，花那么多钱。我迄瘫，无迄瘫痪的这部，拢是同届的，所以拢。开钱开啦，尾下讲啊，你干脆去找医师啊，找医师做针灸的啊。啊，结果你也看，大家四处拢恍然大悟，为什么那么强，那么厉害？就找一找，啊，然后吃一个中药之后，有的快的话隔天就好，慢的话伊拖久的，有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嘛，照安尼行。对啊。
啊，因刚刚也喝这样一细卡的，对呀、啊。啊，你讲好脚啊，其实今天刚好和王博士在谈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些观念哦，西医他们没有那个中医的观念。其实我们那个十四个经络，最重要，我们身体动物体都是一样的，我们整个头部它是主宰这个宇宙，五脏六腑小行星，我们头就是太阳。你看古早人以前啊，讲足太阳膀胱经，哦啊手摸太阳小肠经。你要看太阳这个，它为什么去标榜它太阳？你看过啊？那汤万啊，他就是要足在足太阳膀胱经两侧。啊，为什么要足它？我们西医观念中医现代医师他不解，他就是太阳主导我们其他的小行星，只要你把它解密之后，它自然后脚都会动。对，哎，所以这个观点的话，因古早你《黄帝内经》呐，我正在解《黄帝内经》，现在卖讲阮兽医解啦，阮搞中。连仁义都在解，你看《黄帝内经》素论和灵虚的部分，他真的，他古代人真的有那数学观念，有那医理观念，他老早就是放在那边，就是他老早古代已经给你讲现代医学了，坑你啊，你没看，他载定了。对。但是你要看，你涵盖面那么大，嗯，你在生理方，有可能是古代他。这当头发生疫情的话，死足多啊！伊解剖干呢，伊解剖能力很强，各种啊解剖，想那死，啊变那用变那用，啊伊就是啊用一部切出来。我这些中兽医本，你《黄帝内经》不读不行，你一定要读文所。他教你很多内外科学，或是一些比较手术方面也是这样。了解、啊、因为这种最后的终点就是说，我们想安怎讲，你技术的提升之后，要来患者，比如说这个就变成说长寿了，可能他因很多小问题，我才会没有用这些我们融合的医学哈，卖讲。有人讲我读中兽医之后，哎、欸，遐周边仪器不用了吗？还是要，对啊，还是要用。哦，你卖讲有可能说急症的分担的西医那一块比较急速的话，赶快用、嗯。后面可能再调理部分，在中医介入啊。你不能说有学观念，我们就是要中医整合，这样才是对动物或是人体有一个保障，就是寿命延长。我们终端就是为了要成立这个台湾动物保健协会，用意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平均寿命15年，我们可能把动物拉到25年。但是这拉25年，这个10年，周边的产业哈、哦，都获得。对。他的获利都有。我才一辈上当辈上给我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成果已经慢慢出来了。但是出来的话，我们还是要中断的话，就是医师的培训了、啊。你没有培训，没任何意义，没任何意义啊。所以讲这医疗可能嘛是爱王博士啊，因为这是吼、喔，无因为那你那讲的讲有一些单位为什么不介入谈？其实我讲你当要组建工程。浩大，嘛无必要，所以我的观念拢是公资啊。你今仔要开药厂，毋是无法度开，啊开的就浩大啊，万那，哎那人力啥，人一定便便于遐啊，你就是爱借嘛，无必要。我想了啥，我就变，因为其实我们协会是一个中枢神经一样的，啊其实周围都是，我们就很简便了，周围就是公资。但公祭就是说，我们尽量给另外公祭的团体获利大。我们只要我们技术有提升就可以了，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求很大的获利，没有。OK。嗯。但是这嘛是爱多诶
互相怨啦，因为后来我们孙天堂这个部分脱离的原因就是概念的问题，因为主导者要安那要安那配合你走，啊，尾仔阮行天意家的部分这几年他就是有积极在做，不管在动物这一区块啊，涵盖现在慢慢想要归一边，你一边遐无当主任嘛常过去了，啊，也看到说这几年蛮盛，妈妈像今年啊，他那边农业部收一级就同意我们台湾国际考照，头一年，啊，我们十月份嘛带团过遐去，啊，伊未来伊今年啦，两美女更无，因为职场。南美，我们台湾这边哈，我只那讲诶政策问题。你上面如果有政策啊，但是下面没下面下策又不执行啊，然后一直就是要灭绝，它是要灭绝掉。啊，你灭绝掉，你就无市场啊，对啊。所以我妈讲，王董，你搁有这个概念，你哇，虽然讲你今仔日饲这個，啊，但是我饲这個就无同。我这是应用在医学，我不是专门饲这个要乱的，所以你讲出个这个金字啊，对啊，你啊任何产业你不做金字的话哈，很难，嗯，很难。卖工产业，连我搞教育也是一样，你今天没有金字，你没有起花比较科技的，讲出个你没搞头，对，啊，拢爱看迄个花迄个迄个领导者，你讲啊，但是买花这個领导者唔是讲困难。我一再啊，我周边在讲是还有学无会员在讲，不是今天吴院长或吴理事长，很也内采很难无讲，不是我同样一个人，而是说你愿意不愿意做而已。你今天如果你不愿意做，可能我们因后来现在比较年轻的，或是下一代的，你要来享受这资源，对，规拢无伊啊！你要做唔做安尼啊？就比如讲，今天王董，你今天也不是非这一科的，啊，你想要变聊咧做这個，啊，你有下个人讲，啊，这愿景无好啦，无好。我一二十年，我认为说中兽医。在台湾一定有愿景，但是人我现在国王那讲，不可能的事啊！那个我们西医那么发达，你这好个哈慢，那啥话当拢无好可能。我讲一句话，我尾也讲一句话，你啊人啊惊死的话，就是讲，你讲诶诅咒讲谁用？你啊看。有一些病无可能，无可能会死的。对。结果伊行这条路，加速死亡。对。啊，你用中医，无通病，这病吼，疾病，我认为以一观点讲，这病，你比如讲人老啊，大动物老啊，器官衰竭啊，你会当变成小孩子吗？无可能。同样，因为咱每一个五脏六腑，其实有一些无形哦，我们用医学观念看不到的。或是用一些仪器被验证，他看不到。看不到。其实它是一个能量。对啊。啊，你这能量要安怎伊也控制好，要安怎让伊安尼动得起来？你谁我阿林谁伊无阿多啦？你讲无阿多啦，伊可能有产生之后，可能克服掉，无形中汉王本草有可能。对。可以把它的机能。更好动起来，但是你注意看那个病变还是存在。但是，我这很多台湾不是用标榜台湾做针灸的，瘫痪针灸，微照 X 光片，也骨刺啊，真的骨刺，一等到他也会走了，很正常果啊那种，骨刺还是在啊。对。啊，为什么会走？为什么他不会有一些问题出来？当然是内在层。绕道方面的问题，神经它会绕道，无可能讲直着走，边啊那边啊绕过来，但是这很可妙。
不不，这个东西是，那你讲你只那讲一下黑狗脸过去，哦啊，你讲神经受什么无毛无啊？但是一个情形哈、哦，动物是四只脚，它是平行的，它的 HIVD， 它的骨刺，它的椎间盘突出的影响。不像人的人是直立的，他的那个压迫的点，对，没有那么严重，对，因为我们去扫 MRI、扫 X 光都会看到有一些动物，对，猪啊，这只猪好了，猪都有 HIVD， 可是它并没有症状，因为它是平行的，对，它是平行，它不会有压迫的问题。就是这个是在动物界跟人医两个最大的差别，对，甚至。动物界没有 primary 的高血压，都是 secondary， 都是饮食的问题造成的高血压。因为动物的心脏跟血管实际上是平行的，它没有往上打的那个压力。啊，即使是长颈鹿脖子很长，但是一吃草，还是都低头，它只有在警戒的时候才抬头。那甚至它的动脉，长颈鹿的颈部的动脉有瓣膜，对，所以说它不会有高血压的问题。对对对，这个是动物界跟人医界完全不一样的问题。甚至猴子、猿猴类也都一样，因为猿猴还是四只脚，对对，它在走嘛是嘛踏筋，是踏筋，所以也心脏的承载负担没有那么大，对对对，所以心输出量可以不用那么大。对对对，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可验证的，而且咱直立型，咱直立型，所以我们的 HIVD 会去压迫到那个神经的管道，所以说会有坐骨神经的问题，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高啊臭，动物都很少，这是比较奇怪。这我想这个东西是可以学理上通，临床上也通。OK， 哇，真是好。谢谢，差不多了吧？好，谢谢。